日，翁虹晒出一组美照，照片中翁虹穿着黑色抹胸长裙，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，身上戴着各种首饰，华贵中又不失典雅。50多岁的翁虹几乎没有什么皱纹，身材好的和模特有了一比。黑色长裙衬得她前凸后翘，腰上没有一点赘肉，事业线很是抢镜。可以看到翁虹一身黑色吊带长裙现身，吊带设计勾勒个性曲线。雪白肌肤搭配质感黑裙，魅惑中不乏神秘气息，这身造型也是引了众人眼球，举手投足间尽显东方女性魅力。这样的发型也让这位气质女神增添了几分俏皮可爱，不少网友看了之后纷纷留言大赞翁虹的身材，亲切地喊她为姐姐。港姐出身的翁虹也算是娱乐圈里的老戏骨了，虽然已年过半百，但翁虹的精神状态很好，脸上精致的妆容让她看上去像一个少女，身上的皮肤白到发亮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